因为我想讲的是最坏的事情，我最坏的，对，很，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跟我家人一起五个人去越南玩，然后我爸呢都是喜欢那种很便宜的自助旅行背包客这样子，然后去年的越南旅行就是由我爸就是给我这个任务，你就是来负责这一块，好大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订了饭店的，然后还有交通的，因为可能要去外县市什么的，要订好票跟饭店司机什么的。好，有一次我们就是要从河内去越南嘛，河内要去很北部的河江，就是很山上很北部，然后我就想说好要先做好功课，我们要在哪里搭车，好，已经确定好了，在大概半小时距离的地方，我们六点搭 Grab， 因为我们的客运票是七点半。那过去应该还有时间吧 okay,、还 OK， 蛮弹性的，对，我们就订好了，一切好像蛮顺利的。司机来了，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因为那个车开得非常慢，那个是一个上班时间，在河内上班时间，但是越南开车好像就真的蛮慢的，就是很慢，然后明明是高速公路，不知道为什么只开二三十，但越南的交通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在高速公路旁边有人在骑脚踏车，又有机车，大家都在一起，好危险，非常慢。好，没关系，看看时间，好像还可以。好，我们大概七点，我看一下那个 app Grab 好像要到那个地点了哦。哎，在这个地点看不到那个客运站，但司机说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哇！我就说，哎，这里是客运站吗？我用英文讲，那个司机说，对 ，here。我就可能他也听不太懂英文，我想说应该是设好地点了嘛，应该是在前面一点或后面一点点，那我们就好。在附近，对，应该是在附近，应该就是走个一分钟就到了。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下车，下车走了五分钟，完蛋，找不到客运站，不对了，前后都找不到。我就开始紧张问路人，哎，那个客运站在哪里？他说，哎，这个客运站在大概3公里的距离啊。那个客运站在这里，但我们停到这里了，可能我们设的点也错了，你知道，因为越南的那些字可能有一些一点点错误，可能就在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就完蛋，剩下20分钟，是要走3公里。我们给镜头看一下好吗？你说本来在下面，对，本来在这里，没有，本来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下车，哇，就完蛋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天七点半有搭到车吗？我们。哦，这个有趣就来了。3公里，20分钟，因为我平常有在跑步，我想说跑过去。你平常有在跑步？有好不好？我不说那么多了。不是，可是你还有爸爸。对，而且还有行李。对啊，还有行李，我想说。重点是还有妈妈。对，你家人到不了。就反正我就觉得说跑一定行不通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买的客运票是一天就一班，然后它是一个6小时的距离的一个小时哇，然后不过还好你可以跑，对不对？然后没关系，你靠近你的家人就好。我在那一个地方又已经约了司机，我想说完蛋了，这一个行程就真的完蛋了吗？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但我想说没关系，先跑，我边跑边想，但是我。不行，那因为我想说，如果当场叫 Grab 的话也不对，但他可能要10分钟。所以你在跑的同时，你父亲跟母亲也在后面跑吗？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想说先跑再说，然后就边跑边跑。五个人。所以你们真的是晨跑哎哦，真的是晨跑哎，而且很累啊，重训哎，还要这样拿着跑。还好你的头发是粉红色，这样子他们才看得到你。对对对，他们看到我就跟着我跑。那最后呢？我跑了，再叫 Grab 没有可能。另外还要等车来，这样子时间不对。然后我就看到计程车旁边，计程车现场直接拦一个。上。但是我们一家人五个人上车的话，一定要大台的才能载。没有你跑啊！我有想过，不让家人去，然后我就叫那种摩托车的，不是那种越南的那种。但我想一下，我觉得太赶了，我就求那个司机说，拜托，就在前面，帮我们开到自己就好了。直走就到了。对，他就。好啦，就 OK 这样子，然后就真的很感谢那司机帮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开过去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已经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了，哇，还好，然后很塞车的，我们要先回转，要回转才能到那个车站，我说没关系，不要回转，你在对面放我下车，我跑过去对面，然后我就打 pass 给我爸，因为那时候我只剩下2-3分钟，我没时间真的要跑了，然后我就我爸妈说，你们待会付车钱拿行李，我先跑过去拦车。拦着那个公车，叫他们先不要跑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司机不要回转。越南的交通大概是这样。
我真的哈，我好像跑得比较快，我在这里哈，我要过来这里，要穿过去，你怎么过去啊？我就举手，对，这样子跑过去，哦，直接我就。他们会停的，他们应该因为他们的速度都很慢，他们都很慢。Okay. 然后我就真的是边念经，你知道吗？边就是好恐怖啊！然后他们边我不管，我跑，我跑。我看你上车了，我看手表，剩下一分钟，我只能这样子做了。要等红，要等那个根本等不到，我跑过去了，真的是公车司机那个客运司机差点要离开了。哇！我真的是拦着他，我讲不要等，我竟然在后面，我竟然在两分钟。再隔两分钟，他们快到了。那你爸爸妈妈怎么过？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子，没办法了。没有，因为没有，我没有可能回转，回转的话可能需要十分钟，太久了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比他们早跑两分钟，因为他们要先拿行李付钱。所以你没有付，你没有带行李，然后走过去。对，我是我跟他讲，我要全速的跑。对，好像怎么没带行李，太不带了，你不觉得？我讲，然后你跑，我讲还有两分钟，如果你们不帮我拿，我拿着行李一个多一个负担，我可能就赶不到，对，拦不到他了。啊，真的好为难。我们是分工合作，爸妈一定。很难忘这一辈子，真的是还好拦到我整个包汗，这也没有不好了，就蛮惊险的啦，很可怕。我那时候我边跑边想，一定完蛋了，我们就是可能毁了，只能在河内继续待个三天了。哦，还好行程就是你爸爸叫你安排，对，责任重大，好可怕。对，但是到最后真的是赶上了，然后松一口气。所以呢，有另外一个餐厅是很一般的餐厅，也不是很高级的，可是很有名。叫那个不用上贴，我很久不用上贴，你刚才说中文，不用上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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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久以前都想去，可是他们从早上11点到晚上开，一直开，所以你只要排队排队排队，哎，你排很久。今天我跟朋友随便走路，我们觉得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我们问大概几点可以吃饭，他说啊，你要的话可以马上进来。哇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平常号码牌可能要拿150号，对，哎就去了。对，所以说去会不会比较便宜呀？应该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，已经很好了。对啊。